现在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。我们请吴通龙议员质询，时间50分钟。阿兰国议员请。谢谢。那么，门秋的议员有一些，你不是要问一下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那么，今天是我总质询哈，咱的主席，咱的陈秘书长，他们市长阿加兰。李秘书长吼，甲咱所有诶局处长啊，以及咱所有诶媒体记者吼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么我今仔日做起是着，咱先来甲咱啊，借这个机会咧，甲阮六家国校恭喜一下。那么我们六甲国校咧，六甲国校即次诶105年诶中华杯排球锦标赛拿到冠军，我伫遐借这个机会，甲咱这小朋友。甲咱所有老师教练呢，甲鼓励以外啦吼，嘛再次感谢着咱郭庆良议长，甲咱所有这排球队的小将吼，啊，甲奖励奖助每个人有1000块的奖助协金啦吼，啊，我即嘛代表着咱那个国校的排球队咧，甲咱的郭议长说多谢。那么今仔我要先讲的吼，就是咱有关于。公务局吼，咁有叫就是，阮六甲吼，六甲迄个复兴街吼，迄个路吼，拄啊一中路中就是拄啊一间厝安尼个冻掉的啦吼。那么这我相信这是较早旧年的病啦，旧年的病，所以我直接一直伫咱啊旧年的时阵，我到总局是有讲到，希望会当来改善。那么六甲即马就是这条路吼啊，上盖歹的。加甚至咧，伫阮个蔡雅医师对面个民生街，嘛是一个像即个问题啦吼。那么基础就是咱下下国校后壁面吼，迄路面已经拢足歹行个。那么甚至咧，迄囡仔拢伫咧接送，所以我希望讲咱迄个后壁吼，下下国校后壁面迄个路吼，咱来加做一个啊，整修一个，迄已经有够歹啦吼。局长，我这。拜托你一下吼，那么下一页，那么我咧讲就是讲这个林萌芽吼，这个地下道，这我嘛讲真久啊吼，这个地下道时常要出状况，这個、地下道时常出状况。那么为什么出状况呢？这个部分者吼，那么影片甲放者，这就是讲吼，伊拄啊在转弯的时阵呐，转弯的所在吼，啊要爬坡，所以上下吼，导致到时常拢要出状况啦，时常咧出状况。那么我相信这个部分哦，我嘛已经讲过几啊遍了吼。我嘛希望讲咱干部局长呢吼，哦，这你看，这直接登完的时阵要爬行，啊一边要落行，哦，这所以变成大导致遐时常咧出状况，就是讲时常咧出车。虽然速度大家拢唔是足紧，但是咧，足时常咧出状况，就是讲时常在擦撞啦吼。那么我嘛希望讲咱的干部局长是唔是来找一个时间吼？啊，去甲了解一下，啊，甚至讲买资源来改善，互伊讲卖，永远互六家人讲。那么为着这个部分上咧出状况，啊，一直拢无落改善啦吼。啊，那么，啊，这足明显的，啊，甚至咧，好，啊，再下一页好不好？那么我相信，这就是咱爬起来吼，爬起来，咱的地下道的机车爬起来的时阵哦。才有一个叫单行道啦，我咧讲这单行道，就是讲这条路来接来到这嘛。那么这是要转弯来过的时阵吼，事实上真的有一些难度啦吼，就有这难度。那么这条国家应该设定为单行道，起码得爱对这个桥卡再个弄到过来那边的桥卡过，对这桥卡再过来。那么伫这个要转弯的进程，才有一条小岔路吼，是毋是讲对这岔路这条吼，来这条路爬起来的时阵，就怎对这过来，来到这个桥卡，再这过来了。那么这个桥卡车吼，也是有需要来加做一个啊吼，明示的标示了吼。这个桥卡有时啊，伫遮吼，进来底拢有迄个石墩嘛，啊，大家拢对前就边只走来的时阵，插入只过来，啊，再只过就对啊啦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干部局长还是吼，嘛是会当来派人来加了解讲，这个要如何来改善和舒适，啊，无因为这个单行道，较多我讲，这台车就是单行道，即嘛变成个走车来吼。即嘛，咱六家迄个跑数拢伫遮咧家己啊单行道嘛，啊考虑遮来变成即个转弯吼，如果啊，额头牌阁还可以转哦，啊车顺一个无路转会过来啦。
阿妈带个骨髓科加弄你这边再过来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讲，干部长，咱应该来加做一下探讨、加研讨一下啦吼。即我先甲咱啊局长甲报告一下，那么下一页好不好？那么第三点就是讲，咱这个关电南一直120道路吼，这个拓宽案件，我相信自一百年的时候我开始咧讲啊。那么这伫莫拉克的时阵吼，已经就是有淹死人啊嘛。哦，一个国中的囡仔伫这条路叫淹掉，那么这条路啊，甲做雨水较大的时阵，它都拢会淹啊啦，这条啦，这条120道路啦。那么我相信伫一百年，我读只有他到每一个啊会期的时阵，我拢会起来讲这个这件事件，所以我嘛希望讲，事实上这条改善只不过是几千万尔，差不多大概300公尺左右啦，300公尺左右。那么这条的设计是12米的嘛，计划道路是12米。那目前只有8米，然后8米啊，但是呢，我感觉伊就是一定爱垫高的，要垫高啊，无这条路吼，只是开开嘛是，唔是介侪钱的部分啦。我嘛希望讲，那么咱市长会当来支持，和这个啊关田120道路的拓宽案会当来速速完成。啊、那么我嘛借这机会要甲咱市长说多些，因为大家诶外环道今年都你有编2亿3000万，所以我嘛代表大家人关田人。直接甲咱市长说多些，甚至咧啊，预定的公园3000万，吼、哦，这已经你也拢有编列预算了吼、哦。我直接再次代表着咱关田大家的所有的里面咧，甲咱市长说多些了吼、哦。下一页，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咧讲的，咱3000万，那么咱预定咧，就真侪人咧讲哦，议员，啊，你讲市长有3000万，要咱做公园啦吼，啊，什么时阵？会当动工啦吼，这应该咱干部局长嘛足清楚的，因为这应该是我们公务局里面的公园路灯科要开发嘛，因为要拓这块啊做公园，这块有4.8公顷，那么我相信这是我长久伫阿伯啊选区前吼，咱的市长都有甲咱的议定的啊，这个里面讲啊已经就是咱迄个工业局把这块土地拨给我们。市政府，那今年度我们市长已经编了3000万预算，我说我只嘛借这机会甲咱市长说多些啊。但是呢，啊，那么咱议定的里面呢，你讲看什么时阵呢，会当来动工啦吼。下一页。那么当然，我今仔日讲的就是讲咱的啊荷兰村。那么荷兰村呢，我相信啊，伫咱这几冬来，以这个游客一直在成长啦吼。但是还有一个。很大的缺点是啥？因为这个道路吼，这个道路应该是上细条了吼。咱会使甲看一下影片，这它都3米啊，进这条道路才8米吼，才这么才8米。那么伊来走，走这路吼，它都3米，无甲4米，3米甲4米了吼。那么我相信这条路嘛急迫要来把它改善了吼，因为这条的时阵，伫我101年的时阵吼，102年。在咱的啊议会时，我嘛曾经都提出来来讲这个部分，吼、哦，这条路这头3米尔啦。那么3米，事实上，如果一台车停落来，包括一台奥特曼要烧闪，都拢有问题啦。那么因为咱这个荷兰村吼，即马的这个游客一直在成长，一直在成长，就是讲从102年、103年，甲103年，咱的游客可能有28万几。那么去年还佫有19万几，那么为甚物伫103年到104年会减？是因为咱去年都拄啊有牵扯到咱台南即个登革热的问题，所以伫咱去年呢，吼、哦，即到遮应该咱这条来到遮头800公尺，吼、哦，咱即马到遮头800公尺。那么我是毋是讲希望讲啊，这条咱的干部局长嘛来甲到注意的，应该是不是把它改善吼？哦我想这条800公尺，如果8米的道路拓宽吼，这嘛唔是介侪钱的工课啦，唔是介侪钱的工课。那么因为咱荷兰村目前进的这个游客一直在成长，那么如果咱若无来个改善，我感觉有一点真的较怕算较无彩。从103年28万几，你甲算算的，咱一个月的游客嘛2-3万人呢。哦，2-3万人，所以我希望讲，荷兰村未来咧，啊，受到我们所有的游客的肯定，因为伊风景算算嘛，真水嘛，
那么我相信咱河南村伫管政委时代开始开辟甲起嘛，那么投资头两亿外万里来天来地灵啊。所以事实上，咱这个环境呢，会使比真济的游乐区拢搁较水。那么下一页就是说，咱的包括咱的这个河南村内地灵的这个啊，有真济游客拢坐车来到咱的火车站，到柳营火车站。那么到柳营火车站，伫这公车的部分吼，可能就有困难啦，吼有困难。所以甚至有游客吼，对柳营火车站行来到咱河南村的啦，差不多要行40分钟。那么这行起来，去了所比较有较远啦，吼有较远。那么我是不是讲希望讲咱的交通局吼，买单配合我们河南村里面的公车，就像我们的市长在推行的公车旅游一样，会当将这个游客伫这个啊。柳营火车站会当来接来到咱柳营无？到咱柳营河南村，离咱的火车站接来到咱的河南村内底哩。我相信呢，如果会当甲公车的这便捷，搁甲起来伫遮哩吼，我相信咱的游客会搁更加愈侪啦，会搁更加愈侪。因为咱河南村下一页就是说，我们河南村吼，事实上它的风景也不错。因为这个河南村也要看风车，也不用到河南去啦，吼。我相信这个风车嘛做啊真水啦吼，啊甚至咧啊，咱咧讲起咱的这个啊河南村家，咱农业局有一个老牛之家嘛。那么这老牛之家事实上也现在是蛮受到肯定，因为这个老牛之家也有个非常好的教育啊意义嘛。我相信为什么有老牛之家？因为咱的牛一生就是拢咧甲咱拖牛拖残啦，啊怕残啦。啊、所以一生中间的时阵，拢为咱百姓咧付出，所以咱农业局嘛真提出来讲，为什么要设立这个老牛之家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意义。所以我相信呢，佮加上咱的老牛之家，咱的荷兰风车把它并在一起，我相信咱的啊两方面，就是讲咱农业局加观光局互相去把它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来宣传的话，我相信咱的游客呢。咱游客未来会阁增加愈侪，增加愈侪，加上较拄仔我咧讲，咱的道路如果甲扩宽，甲两台车要相闪无问题，我相信未来咧，咱的河南村的这个游客数量一定会增加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咧遮嘛拜托咱干部局、甲咱观光局、农业局互相来搭配，让咱的地方更加的啊繁荣，甚至咧，让咱的地方增加一个非常好的游客。这个啊，风景这个啊景点，我希望讲咱这三局会当共同啦吼，共同来个啊，再次来个改善啊，来个改进，会当予咱游客去更加愈侪啦吼。那么再下一页，那么我时常咧讲的吼啊，有关于到我们飞弹群指挥部这边这块地吼，目前呢应该是我们的农业局和咱的动保处咧做嘛吼。你讲要做啊，这个动物教育园区是不是？那个野区农业局长是不是？哈，那么你做就好。起码这个部分哦，我是希望安尼啦哈。那么这个指挥部大概总共大概有，据我所知就是，原地是迄个飞弹营甲兵工厂加起来拢总差不多还有8公斤啦哈。那么这个八公斤的时阵哈。我相信，如果阿当来做一个啊，和大家有一个养老的地方，哦，做一个养老院，包括现在我们啊小英在推展的长照与入照，我希望讲这块园区呢，应该做动保教育园区。目前我们六甲人都比较反对，那家人拢较反对这个啊动物教育园区啦吼，那么我希望讲，这个大家这个园区吼，我希望讲来做一个，和老大人有一个终老休养的地方啦，休养的地方。那么我相信，这未来咧，未来如果把这个园区甲改善了好，这个伊的腹地有够大，那么来做养老，包括长期入照、长照与入照都把它结合在一起。所以我是希望讲，这块地是不是啊？希望市长会当来支持。那么我相信，这长照入照
是未来的趋势，因为咱现在人口的老化太严重了。我相信，讲在迄个咱的2025年的时阵哦，应该人口的老化会达到20%，即马达到52%。那么我相信，讲2045年的时阵哦，佫更加愈严重。所以我相信呢，到2045年，咱的人口的老人大概占了1/3啦。那么包括有一些失智的，咱即马所统计起来的时阵，老人的平均失能的时间大概有7年。那么这7年时间，我相信呢，一定未来到2020年的时阵吼，我相信会超过100万人。那么所以这咱即马是不是我们做事先的准备？伫2020年都有遮济人需要照顾着。那么我希望阮六甲目前都没有老人的照顾中心，那干嘛无养老院？那干嘛无长照？也没有日照。那么我相信呢，这个所在如果能够做终老、养老，甚至长照、日照，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我相信这嘛会使讲是咱老大人的福气，那家人的福气。甚至嘛，我相信这嘛是咱台南市政府的德政啦吼。但是这经费的来源，如果我相信这块土地啊，加摕出来做养老、长照、入照，咱也可以建议，我可以建议，本席建议说，也可以用 BOT。我相信咱的 BOT 嘛，做到正好像咱即马目前咱的关电，关电这个养老院现在是属于 OT， 我相信伊嘛做到足好个啊，做到深受肯定。包括阮即马做民代表中间呢，有真侪人敢讲啊，因想要去关电遐，但是又没有床了，无床啦，就是拢客满啦。所以我相信呢，这个养老院的地方，我相信阮六甲嘛真需要有一个做养老院的所在啦吼。所以我希望讲，这是咱小英总统伊建构长期照顾体系10年的计划。那么我嘛希望讲，咱台南市政府是不是会当中央的补助嘛好？如果不行的话，咱相信会当来当做 BOT 啦吼，这是本身对市政府嘛，甲咱市长做一个建言，希望大家某一个真好个所在，会当予老大人做终老的地方，做休养的地方那么再下一好不好？那么我一直咧期盼啦吼，期盼这是因为咱六甲人一直对我非常的盼望，希望甲咱市政府争取一个这个生命纪念馆。那么我相信这个生命纪念馆吼，阮六甲这个风水地理嘛好，甚至咧，我相信这个所在会当做一个咱陈局长时常咧讲的未来的市长。我相信咱六甲这个生命纪念馆，如果能在边啊，给予伊个起一支新的。因为即马这支旧的已经剩600几位啦，剩600几位，这是已经78年起的啦，78年起的。我相信即马剩600几位，也要用头认真扛，或者个人扛，免三当。那么这600几位的位的，会使讲一卡歹听啦。所有咱台南市所有的生命纪念馆，可能就六家位上少的啦，几乎无啊，因客满啦。迄个入面看到，你就感觉讲真正有够客，无成一个生命纪念馆。这对六家人算算的是一个总不公平的所在，总不公平的所在。所以我一直咧强调，六家人嘛讲，看伫啥物所在生，伫啥物所在，嘛要扛大压力了，对啊，落叶归根。起码这款方向嘛还佫存在，所以我希望建议讲，六家生命纪念馆是不是佮来还起一支新的？那么这支新的呢，我相信会当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最好的榜样，就是咱的低碳节能的绿建筑。我相信即马会当做绿建筑以外，阁会当做一个树葬公园。阮即有即腹地啊。那么我相信即、這个即、這个绿建筑吼，低碳绿建筑零耗能的钻石级，这是咱成功大学成大诶建筑系的一个教授所带领几个教授
跟我们所有研究生共同打造起来。这个零耗能的转速器，这是世界第一做的啦，世界第一做的。那么我相信这个生命纪念馆如果能够做这个，做上这个立建筑呢，我相信这对咱成功大学所打造的立建筑，咱也可以给咱台南市民来做一个推广的方向啦，推广的方针。那么我想这个立建筑被誉为绿色魔法学校所精心打造的，我相信这个立建筑呢，在咱一般的每平方公尺的落地板面积的耗电密度，可以说是世界上低啦。那么在咱的2010年的时候，它的测试起来只有40.3度，40.3。那么相较于美国、欧洲、亚太地区的立建筑落地板面积的实测值，平均耗电量135度，甲158度中间。所以我相信这都啊，咱成功大学所打造的立建筑呢，伫世界的落地板耗电大概只有1/3不到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呢，如果我们六甲的生命纪念馆也来打造这一座，我相信会当做来一个非常好的示范。甚至呢，在下一页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哈，这是阮六甲迄个生命纪念馆的底迄阶梯式的。那么这阶梯式较早古早时代是拢咧做种的嘛哈，做迄个土种。那么现在都已经没有了，剩下只有一个。那么这一个时间到了就可以牵起来。我相信这个一站一站中间可以打造成我们的迄个树葬园区哦。即嘛，少年人如果来当接受到这个树葬，我相信这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区。陈局长，我讲有道理吧？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事实上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好的是，甲议员说明吼，因为咱四万公亩这个部分，个如同议员拄则所讲的吼，仅存一亩啊，吼，对，剩一亩，一亩差不多个一担半左右，吼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咱即摆已经拢有甲六甲这边家逐步会来做规划吼，咱希望这个所在会当变作加绿美化，对，对，这是红景加水啊，地利红景拢做水的啦。那么我一直在强调的讲，希望讲啊，我、这个都是我们认为做一个试验示范区。是。那么包括我们的生命纪念馆也来做一个立建筑，来做一个标章。我相信在我们成功大学里面、魔法学校里面所研发出来的、精心打造出来的立建筑，一平啦哈，一平达87,000啦。教授有讲啦，吼。是啊，另外甲公务员回应一下，因为你啊，正长期来拢一直伫关心咱六甲那骨台即个部分吼。咱短期间哈吼，短期的即个部分，因为你啊，六甲那骨台确实规个空间是较小啦吼。啊，因为即个一楼的部分，咱嘛有要甲整理吼，甲伊内底原底是放伫内底服务中心的部分，咱即摆会做一个整理，啊，甲空间腾出来了后，会搁增加几位来提供咱六甲乡亲的即个服务。啊，另外短期甲长期的部分啊，咱会拢做一并的即个考量来去做。做是啦，所以我即摆希望啦吼，希望就是讲啊，借这个机会，我嘛甲咱局长讲，如果有机会，甲六甲人建起一座非常会当做示范的纪念生命纪念园区，我相信呢，对市长、对咱民政局长拢是一非常好的标杆呐。吼，我也有真好的标杆。我相信因为有遮好的环境，如果你没有去把它打造出来，我感觉是太可惜。因为这个空间其实是真好的，太可惜了哈。讲所以咱即摆包括顶管。啊，这个那骨台的部分，甲下底示范公墓的部分，咱有做一个整体去做考量。是啊，所以我希望讲吼，那是不是会当啊，赶快还起一座迄个立建筑的生命纪念馆？因为确实真正，迄个自民国78年所打造的迄、那个啊那骨台已经拢满啦，客满啦。你个个所以时间拢是真久啊。对，啊，那么真正确实嘛，真正拢无位啊。啊，我嘛希望讲。
六家人一直在使用，在对我所有要求，那么我们那个生命纪念馆已经真的是没办法再塞下去了。所以我也希望跟做一下考虑啦吼，这就是像咱古早人时常咧讲的落叶归根嘛。人讲生理所在，啊，他嘛特别希望讲终生要带到迄什么所在啦。所以希望局长你嘛跟阮做一下考虑啦吼。是啊，所以都在有议员说明，就是讲咱就这个六家人骨骸部分，咱会分做短期的这个整理，甲一个长期的规划部分两部分做伙落去做考量啊咧。好，赶紧叫看嘛，赶紧注意一下啦吼。再次跟咱。麻烦咱局长的时阵，咱用心一下，互阮六家人，莫讲到时的时阵吼，无底气啦，吼无底气。这是我希望嘛，讲市长来敢关心啦吼。那么再下一页吧。那么这是咱的梦呀吼，嘛是咱百姓一直咧反映的代志。伊讲吼，这个奥特曼规划真水啦，就是这个坑车的所在啦吼。但是嘛，大家拢坑啊真整齐。嘛感谢咱市长迄天做一个迄个。公车的转运站做甲碎掉，那么唯一最大的缺点，就是讲咱这个额头外停车的所在吼，大家讲，如果伫落雨的时阵，大家雨衣拢放伫额头外，那么雨衣在那来额头外穿雨衣时阵哦，含一个遮雨棚都没有，伊讲了嘛是相当有道理，所以我希望讲这美中不足，我嘛希望讲这块东西呢，这个开发的时阵都是咱都发局吼局长。大家到拼来了吼，到拼来，将咱林梦雅这个环境啊，做甲这里那水着，打造得这么漂亮。因为林梦雅这个火车站呢，嘛会使讲是百年的火车站呐，这头讲会使讲个真正非常的老旧，嘛值得咱去甲珍惜啦吼，去甲珍惜。那么地方上真感谢着咱市长会当甲伊规划甲遮水，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讲。迄、那个伊落雨的时阵，要穿雨衣咧，等于无当味啦。所以希望讲，是毋是因奥特曼咧停车的所在，会当甲做一个遮雨棚。因若落雨的时阵要穿雨衣，嘛要搭压甲规身躯啦吼。那么我嘛希望讲，即块咧是毋是讲咱拄啊是当时打造这个环境这么好，爱甲阮再次的考量一下啦吼。那么包括咧。我要甲咱拄啊是局长请教一个问题吼，请教一个问题。我即摆讲是讲，因为较拄啊是遮雨棚的问题嘛吼，遮雨棚的回各下回等的。那么这遮雨棚的问题应该不无啥物困难啦，无啥物困难多啦。那么重点呢，搁一点的时阵迄、那个百姓一直咧甲我讲有一些咱的迄个有关于。你请教讲，我们一些迄个儿童落地吼，咱的都市计划来儿童乐园、儿童用地嘛吼，是不是可以解编呐？那么局长，你是不是可以讲一下？感谢议员吼，对咱这个林梦雅车站啊，个儿童游戏场的这個关心啦吼。这部分吼，林梦雅火车站吼，阮有做两期的这個景观改善啦吼，那。后来这个交通局也为了要改善这一个公车搭乘的这个部分哦，交通局也去执行了这一个转乘站的一个相关工程。那有关这一个部分的一个遮雨棚的部分，这个我们再跟交通局来研究看看，要从哪边来可以来争取经费再来做了哈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迄个儿童游戏场的部分哦，因为公园绿地、儿童游戏场、停车场、广场哦，是虽然公设地解编是咱努力的目标，但是我头讲的这五项哦。大致上是他们认为大概最不适合动的，但是咱今嘛有咧执行一个公社保留地的专案检讨吼，咱也搁全面再来清一次吼，前跨五三米公社保留地可以解编，我们就合并这些儿童游戏场吼，这几摆来开发啦。安尼虽然讲伊名目上没有解编，但是可以合并着一起做整体开发的话，对这地主嘛是另外一种有那种解决的方式啦吼，卖讲下底遐。也当参加整体开发，嘛也当做伙来得到相关的这个补偿吼。我相信这个应该咱真侪地吼，是不是讲干啦儿童游园啦吼？对 对。包括咱一挂迄个市场用地啦，甚至啦，嘿，机关用地嘛，市场用地嘛是同款啦。对。所以我总会做伙来做。我市场用地嘛，迄根本都无需要用到嘛。对。包括有些公园嘛，同款。是。我相信话，咱无应该有诶。那么较早时代，甲即卖已经拢。脱离了嘛？我相信依照我们现在人口的考量，
我相信有时候该这边就这边啦。即我希望讲啊，和百姓反地移民啦。即我咧透过专案检讨，对，为着咱的土地，咱讲话题啊，根本人都未当使用。我相信这你做清楚的，你嘛应该有真侪百姓对你这款反应啦，是不是咧？所以讲，我来努力。麻烦局长，你也当对这个区块多加以吼，好好做研究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加一，好不好？这个吼，就是咱的交通局吼，交通局，我相信这是麻豆的转运站啦吼，麻豆转运站。那么这转运站时吼，现在唯一最大的缺点就是我讲，迄个嘛是同款，迄个客停车吼，客停车伊要上下车，那时候还未做嘛吼，有讲承诺要做，但是目前好像都还没做。迄天我过去巡巡的时阵吼，那么当地的百姓在咧反映讲。那么这不是讲要做啊，到即马拢无消无息啦吼。局长，这该议员报告，这预算已经有了，现在正在发包。哦，正在发包吼。今年第一季在做。我嘛唔知咧发包啦吼，跟他讲有要做有要做，但是一直咧甲我问，我拢唔知影要安怎用啦吼。我们要做，要找预算啊。对啊，包括迄个出入口，加一个出入口的所在，应该你知影嘛。处理靠的部分也感谢议员的关心，那个已经开，已经动工了。吼，马西路黑马赶快。九月底之前就会完工。对，这就是拢咱马达人非常急迫。关心的议题了哈，所以我希望讲局长呢，啊，咱买当到卡手一个，好速速来完成了哈。感谢局长。那再下一页哈，那么这页哈，就是讲，请问局长哈，今嘛我相信沿阿市场，沿阿这是沿阿市场，一直嘛是大家真关心的议题。这沿阿市场的时候，我相信自开始阿未听迄阵啦哈，啊，我就拢一直受到咱沿阿人的寄托。啊，我就一直拢甲你提起这个问题嘛，是不是？这应该你做清楚了吼。啊，但是起码你已经都拢听了嘛，听了起码是不是一挂咱所谓摊贩呢？在咧甲我们讲，当时咱开始做了。我甲议员报告吼，因为这个市场真就是讲啊，过去咱都有吼计划要来起啦吼。啊，当然即卖过去有一挂问题，啊，无法度通解决，但是真吼。哦，议员的到三工了，伫迄个五月底吼，因有达成一个共识，所以目前我们在进行所谓的四部计划啦吼。啊，当然一寡土地的问题吼，得阁爱甲迄个上帝阿庙这边来签约吼。啊，签约了，咱即个做迄个建筑部的迄个四部计划了，申请建设了，应该在今年底吼会来动工吼，会来动工，希望能够在明年，希望我们的施工期间咱。有给他了一档的时间啦，哈，开完这报告，那么就是等于明年底了，哈，是，明年底一旦完成，开始正式的营运，对，哦，差不多安尼嘛，哈，是，安尼当然你也即马来讲先吼，啊，我都要去跟会，无因即马一直咧期盼讲，啊，到底是什么一旦开始做，什么时阵当完成？是，那么阮新的全面代表受到这款的质询的时阵，我拢不要应，哦，所以今仔只吼，嘛多借这机会，啊，那么咱的局长呢，一旦个。会啊，会所谓啊，市民间解说一下。是，我会家属来处理啦。那么在厝，所以我阁请教一个议题，就是讲咱码头迄个干区的进度甲啥物情形？码头干区的问题，今年伊都是计划已经完成吼，啊，今目前迄、那个，也就叫咧负责迄个所谓的从化区的测量，吼，就是将来要从化的这个范围。那这个部分啊，做好了会报内政部核定从化计划了，核定完以后。哦，地政局未来就要开始在做土地重划的代志，吼，以上加议员报告，啊，当然，那要较详细，可能地政局吼，还是要一段时间啦，吼，哎，是，好，谢谢。那么再下一页好不好？那么这页就是环保局哈，局长，这件足简单的啦，吼，这件是安怎呢？咱一挂清洁队员，大家拢来压沙包来考试通过了，起码拢列来后用啦。那么后用时间。因干嘛讲吼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聘到，所以我希望讲啊，局长会当伫这个部分吼，啊加速一点，啊甚至我相信咱的基层呢，诶所有企业对我相信都冇欠人啦，感谢呢，所以是不是把这个脚步加快？那么要如何加快？我相信局长你心里是有数的，你应该是很清楚的啦，是好，那么底下我嘛代表着咱所有一挂企业队员的候聘人员，我只要甲你。啊，隧道是啊，希望速度等较紧的，安尼唔好。哦，是，谢谢议员。好不好？有没有什么困难没有？啊，较紧的啦，好唔好？好的，当然。啊，无你甲讲吼，如果伊要等到106年，106年切过，或是佫一挂人伊讲哦，啊，我也唔敢去找头路，惊找到时的时阵哦，拢讲要用死头路，是唔是有困难呢？
是啊，所以拢伫遐等，你知影无？吼、所以希望讲市长当，既然咱已经拢伫遐一直在货品啊嘛，吼、是。那么是不是把时间都尽量把它拉近一点？啊，甚至咧，我相信咱清洁队嘛，做些都欠人个咧，应该你嘛知影啦。是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议员的，谢谢议员的这个指导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么，所以只吼，这条最高真啊真理想啦吼。所以只只这条改善啊真好，但是咧，这边是无改善的啦，这手边这个图啦，这就是中心点，这边有改善起来吼。那么现在改善起来，唯独就是讲旧的应该要把它打掉了。你看，敢唔免打掉？这个是阮底细条，即马头路阁一边能扩宽一米了嘛？所以这条最高安尼做起来是真水，但是唯独这一边还没有，这边哈，即马接手边这图就是相平了哈，相平这边还袂做。你看，所以相较起来时阵哦，无怪用啥像这排水这细条，你讲代表淹水哦，足简单的道理啦。我相信这条是应该这条你知会得答嘛哈。马道小排山的水的护岸工程，这应该你做，你应该你知影吧？哎呀，知影。好啊，所以我希望讲，是不是讲，剩一地那上个百几米的款？对，只能够百几米尔嘛。啊，这条百几米。我今过来研议吼，看敢会当个继续延续吼，做一些较完整的处理。啊，甚至就是讲像即嘛，哦，这个这大只，敢是这得按爱加高，吼、哦，这到时这嘛爱加高吧？这嘛已经这加到这高了，对不？即嘛这是算板桥啊嘛，这算板桥啊嘛，对不？是。这就是板桥嘛。我希望讲了嘛是同款，哎，这板桥嘛做个参这个宾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算板桥啊，尔，是不是？这条看有无？这算板桥啊嘛，是，对不？这板桥啊，希望讲这条最高含价总啊收接起来的时阵，这板桥嘛要提高哦，是不是要加高？这个、啊，一般吼、哦，但那是讲我们会。四面把它稍微就是围起来，让它用压力的方式会通过。这个我们在设计上会考量。好、哦，要用那个类似像那个就对了啦，哈，象限式的对啊。对。那但是我感觉这应该这地无必要就该做安尼呢。这条我感觉讲吼，如果事实上这是一个板桥啊，就会使啊，你知影吗？这是一个板桥，这无偌宽嘛。主要是板桥可能你五六米尔嘛，两边的道路哈，你。江管的时阵被衔接哈，这个我们在设计上会再做考虑。没有，这条外公啊，这条算一路本身就头硬被叫被再管了哈，这没有影响啦。OK， 所以我希望讲，这个如果起码这条来是接的时阵，接不到就剩百几米，我希望讲你当下做，你看这旧的啦，这旧的这边是不是搁无做呢？这边有做呢，这边无做呢？那么咱起码改善安尼起来真水嘛，对不对？嘛加高啊嘛，这加头弄六十线以上哦，七十线啦，这加管起来。那么加管，我希望讲这块板桥啊，买当个扩宽啦，就是讲个加高啦。这个板桥啊，这个板桥，这里讲嘛是要打掉，包括这两抓嘛要打掉啦。这两抓是旧的嘛，这两抓安生刚无要打掉，这无打掉，对水流都没有好处的啦。啊，我那是延续的工程设计时阵会做科鲁迪来的。对，这我意思讲，即马这条旧的无阿袂做，啊，从百几米我嘛希望讲会当较紧来甲改善先呢。我相信这改善这金额嘛不介悬啦，这应该你做清楚嘛，这款来算细条排水嘛，对吧？啊，但这安尼起来，我相信已经拢去现场看了。对，我相信这改善了，应该做未来咱的水流应该嘛真舒适得着啦。哦，啊，希望讲啊，百姓拢希望讲，剩这扎的剩百几米，应该等咱们来个速速来完成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么，搁另外下一页吼，这页吼，就是有关于啊，这条排水吼，这条排水吼，我靠个这条排水吼，也是我们局长哈。这条排水事实上，就是住伫这厝边啦。那么厝边的时候，有一挂小朋友骑卡车哩，在耍个，在这条路耍个吼，把叫练女间内底最高落啦。那么当然，咱这个里面的里面，这里长嘛吼，这里长在建议讲。是不是有这请我们水利局可以把它加盖起来了？用加什么盖？就是讲用那个铁栏那块来嘛，哈，铁最高的挂来给它扛起来啦，这条啦。那么这条大概加盖起来也是几十万而已啦。我希望讲水利局这样也是，是不是应该来给处理你的，好不好？这条。我不过是哈，因为这个部分我就赶紧叫阮同事去现场去了解了哈，主要是。
咱市府管理的测沟的部分吼，咱已经拢有看过，拢做好啊。是。啊，边啊这条的是水利会给水路。是对。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已经有安排吼，后礼拜就随便去参迄个会长吼，啊，一寡代志要参面讨论吼，啊，希望讲啊，水利会就这个整个安全的考量吼，看看会当这部分的赶紧来处理，因为这个全责的部分呢，阮初步有了解有清楚，这是给水路啦。好，所以我后礼拜就要来拜访迄个杨会长哈，为这回来做一个讨论。迄天，迄天我就是进前有前礼拜哈，有拜迄个会刊啦。是是。那么当初迄个水利局他们哈水利会，所以他们的站长有出来嘛哈。我知，因为迄是现场的站长啦，我过来去找会长。啊，当然，伊无反对讲咱去加时间啦哈，无反对咱个时间，就是讲无反对咱去啊看最高挂。是，所以我希望讲，是毋是讲，咱买当来个做好好势吼，啊，为着囡仔安全嘛。是，所以我赶紧吼已经安排好啊，后礼拜就会参会长吼做一个沟通啦，吼，看这个部分可以当啊，因为咱起户的全责的部分都已经有处理啊，啊，大家个做一个沟通，那是伊真正有困难，大家个来讨论。安尼。爱麻烦你，这样个处理的，阿伯一定哦。这囡仔物已经跋伫遐来受伤吼，那么真的万一出任何状况，那是划不来的啦。好，阿兄们，大拜托你一下啦吼。啊，我直接多再次感谢咱啊，市长吼，跟所有各级市的所长。啊，我今日如果嘛无甲我回应的吼，就以书面回应就好了啦吼。嘛，感谢咱市长，谢谢。感謝吳議員，我有時間嘛，我直接給你說明一下呢。第一就是說，你剛才關心的關電這個公園，3000萬這個公園，現在已經發包在規劃設計，大概還四個月左右就可以動工。好，那第二呢，你剛才要求的，包括新建還是拓寬道路，還是路面的整修，尤其是沿國小那附近的路面整修，我會請幹部局局長啊，来了解了后，哈，啊，是迄个警局需要啊，我们来处理。好，那第三个就是你关心的迄个长照，哈，啊，当然这是对未来整个台湾社会拢真要紧。那台南市当然人口那老化啦，哦，这有那真需要，啊，都配合中央的政策，哦，这确实有需要。啊，不哩个，因为就我知影，吼，咱六家一位非常杰出的子弟，真成功的企业家。伊伫六家嘛，买差不多10家的土地，要来做长照。哦，咱是毋是就是讲，含伊来结合做伙，就是讲咱市政府来协助伊。啊，伊迄是算要做善事啦。啊，若安尼话者吼，比如讲民间的力量会当结合政府的这个协助，啊来落实这个照顾咱这长辈时代这个目标。哦，啊，咱即摆要规你头讲的迄个军营。迄、那个所在唔是一般诶，迄个流浪狗收容所。啊，咱是要做一个算讲吼，甲算讲较有水准、较有规模，算一个动物诶生命中心。啊，迄到尾啊吼，变讲是真有可能会吸引真侪人来遮佚佗。哦、啊，就是讲迄嘛是一个，互咱提供互咱六家乡亲会当伫遐散步，啊，一个所在，唔是讲单纯讲吼流浪狗掠来了后要甲囥伊遐。这意义无同款，哦，详细经营我的车，农业局副局长，哦，过去甲你做这个说明，哈、我想大概这代志简单甲你说明，啊，其他我会用书面，哦，啊来甲你报告，好，谢谢，阿妈，感谢市长哈，啊，我咧一直替六家人甲你说到下来讲，阮非常关心的外环道了哈、那么当然就是讲，伫今年都已经有2亿3000万开始要做嘛哈、那么未来后续应该相信。啊，希望讲会当每一档拢继续来加啊时间啦吼，我相信这是一段尔嘛，未来是毋是要做三段、第四段？我认为讲还是要每年把它接下去做啦吼，来加做来完成起来吼。啊，在此伫只啊代表六家，甲咱市长说多谢一下，感谢吼，谢谢。啊，我们谢谢吴通龙议员哈今天的质询，那么也非常的感谢我们赖市长，还有我们市政府李秘书长以及各局处首长以及所有主管的列席，那么也感谢我们现场的新闻媒体啊，我们的小姐、我们的女士、先生的采访，
以及我们本会同仁的出席。我们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，谢谢。